光演习，屏东加东战备跑道起降操演，总统蔡英文亲临视导。台湾新增一例本土感染，是桃园机场负责客舱清洁的女性，已验出感染 Delta 病毒。中共驻英国大使郑泽光遭英国国会上下议院的议长联手禁止出席国会大厦活动。台湾与立陶宛关系升温，线上采购洽谈会上，双方将扩大农产及科技领域的合作。更详细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00新闻。